个怎么卖的？卖个五千。这总体还可以，八百。没办法，可以啊。先一站的六，这个那个是白素的，不能谈。给我个卖价来。卖价3600。想不想成交？想不想交这个朋友？假的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很多粉丝要他的哦。好，你看。好好说嘛。这样子吧，这头价啊，2800。1000块钱我也不说了，1000块钱你看可以就可以。不行。一个镯子你挣那么多，一个饼。那没事，那有。你还要赚那么多？钱都被你赚完了，我们还要怎么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价一点。1000块钱。不行，不能买。1200。好吧，开场我又揍他了，给你去赚钱，赚钱的下次记得过来啊。涛子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你看啥呢？我找一天我就想饿死。粉丝着急呢，我们今天粉丝订阅还没选。好，对哦，那我看一下。这位大哥说：“桃子你好，我是开长途货车的，年底了，准备跑多几趟，好回家过个好年。然后我属龙的，所以想请一个神龙护主，预算的话是2000以内，麻烦了。那么我们就。”来看看今天市场上这个料子能不能合适大哥的这个需求吧，好吧，我们再设计一下。那走呗。等会儿的，我还没吃呢，扒大哥。我帮你，等会儿的。通过跟大哥的沟通啊，我给大哥做了这个神龙护主，威武不屈的神龙，遇事逢凶化吉。这位大哥的神龙护主已经起货了，中税特别的好，妥妥的后交快。那么就。1680吧，漏给这位大哥，祝大哥一路平安，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喜欢的给桃子点个赞吧。